我给你们做做这个艾灸吧，它这个是简易的，它就直接这样烧完之后就放在里头，它就会，这里不是有出来气吗？不用它出来气，我看到这个我就有气了，还用它出来气？你真的，它很好的，常做艾灸它能够去代替那个针灸，但针灸我们做起来不能做嘛，因为它要扎针的，万一有点危险啊。这个就是跟针灸一个道理。嗯，就是没用过。哎，跟你说没法沟通，鸡对鸭讲。这都挺，他卖的这都有用。这是科学，人家设计出来就是有道理的，要不然为什么会设计出来这个？妈，你的知识盲区不代表这个东西不存在，你不能用你的知识盲区去否定别人的存在，存在即合理。也许啊，既然能成为产品，都是好东西，但是要量力而行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我们可以用的，就是艾灸一下，这个挺好的，因为冷。这还可以驱寒，不是你点点纸也驱寒，不是这种体内驱寒哈、啊，人家驱寒，你真有意思。不是，它是放在你的经络，就是啊，我很寒，你给我驱。对呀、啊，就所以你要用这个呀，我给你点上，你就放在你的这个你寒的地方。我寒着吧，干脆。我觉得还没有妈，真正驱寒的方式，咔一碗姜汤水，对吧？汗一冒，热气一出，比你点个这玩意儿不强啊？你在身体里边有湿气大，去湿。你的意思就是拿个抽抽水呗，去湿。那你这玩意儿呢？啊？烘烘干，你这是？你真有意思，点着要烘干呀？啊，消熏烟熏烘干。